干片，他妈超好笑。要把我的头踢飞，头踢？啊！干那水！明天要上班不？哦，好麻烦啊！没事啊，明天台风假。欸、对啊，赶快转强台，然后直接往台湾切上来。对，直接鬼转。叫那位喝茶的来台湾说放台风假。讲那喝茶的，如果他在台湾的话，台湾应该已经没了。我说我们都放气象武器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忘记拜拜，我去拜一下。拜快。怎么会那么久？没道理耶、欸！我也觉得、欸，快速怎么那么久？快速没道理这么久哎、欸。嗯。要重排吗？嗯，有可啊。哎、欸、干！他刚顺便准备，他刚刚加入哎，对，操，我真的是吐了，我有看到，我也看到，他印象没错，可是我有看到那个勾起来了，一眼瞬间，那位嘞，五条，他去拜拜了，完蛋了，嗯，得。哎、欸，完蛋！就你刚没有点到、哦，怎么没在排？完蛋了，要重来。他刚不是在排了，刚刚有出现确认，然后你没有点到。哦，哎、欸，不是排，是直接排进去吗？那现在有，你确定要加入战局吗？会不会？真的假的？嗯，哎、欸，他回来了，有团队成员回绝了角色类型选择的邀请。对啊。然后我刚刚不是已经按了，刚刚不是在排了，他怎么一直在跳？对他怪怪的。对、啊，他刚就一直在跳，我刚也是一直跳来跳去啊。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按了又跳掉？好了，这游戏是开搞了。很明显啊，过气老游戏啊。嘟嘟嘟嘟嘟！啊，看一下哦，未来一个礼拜天气。好惨哦，都是下雨。稀里稀里哗啦哗啦。嗯，我来看一下女王的造型。把他们丢去荒地。啊，皮糖安安，第一次在这边看到你，你好你好。哎呀，这边看到其他台模的，真的是觉得很。很特别，你好你好，嗯，今天才刚办图期，我要去跟 T2 说了哦，我要截图给他看，我差点都在喊说，哦是皮糖宝哎，对不起，本来就是，我那时候想说，嗯。
因为那时候也都会是学 Mia 或是那个诺音讲话，因为那时候诺音都会叫说 Mia 宝贝 ，Mia 宝贝。然后那时候玩那个鹅鸭杀，我就从头到尾叫他 Mia 宝贝。那当他当杀手的时候，就把我刀了。然后那一场就只有我被刀而已。哎，现在是怎样？没有啊。如果你不喜欢后面加个宝，我可以不加，对不对？还是加个贝嘛，一堂宝贝这样。排那么久啊？快速不应该这么久啊？竞技超快的，快速不知道为什么比较久。对啊。奇怪哦。自由更快、欸，感觉他现在又回到刚开服那两天。假，昨天今天早上打自由，20秒内就加进去，还是人人都在玩坦。有了，好，3分钟，然后走。正在前往釜山。正在前往釜山。对，我看不到壁垒的图哎。他还在修。可是劳工可以啊，只有壁垒不行是不是。老公兄弟，小雪哦，小雪其实是我这边观众带过去米娅那边的啦。你知道我今天开这个小号打第一场就被你对面收到检举。嗯，然后对面玩不起是不是？玩不起，我每次拔刀就至少死三个，然后有一波拔刀看把他们人全看完。格雷西，我最喜欢弹莫埃伊拉的黑球了，太棒了，稀烂。我有人弹了三标头，真爽！哎，右边骑六。我要不要下去站？走走走，可以下站，可以下站，可以下站。为了，哎，快死了！垃圾阵女王快死了，他被奶起来了。那个小劳，那个劳工在跑旁跑啊！呜呼呼，他跑来我分了。够了！那个劳工没人理呢，他过得太爽了，打不到他炮台啊。劳工兄弟哦，劳工兄弟，吐了，他吐了，太低，快死，快死！哇，宝贝，完蛋！啊，他飞起来了，被打死！哇，他开喷了！臣服于我的意也是。来了，我来了！查到，查到！哇！我的我的我的我打我打，哦，有红光辅罩啊，
哇，好难死！旁边那是不快死。那傻逼炮台丢去荒地，哎，我们直接骗那个人，残响塔大，然后大直接没用。不要再按着左键，想吸人了。真的是吐了！看他真的不服的，有他的。前面有炮塔。接受玉骨的指引，唐先生的时候到了。啊！啊！我大都拔不出来。我吐了，我有刀子拔不出来，不乃人。我在他旁边残血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，他，我看他那个黑色的一直压着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想要去吸前面的人。你刚说不要再左电了，我想说是物质吗？什么意思？那个物质整场都找不到了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应该说右键吧，他的后面攻击是右键的。莫伊拉真的是，对啊，这角色真的现在一堆人玩都把他拿来一打输出啊，那不打人，那不补人，哇魔呢，哇魔呢，我不玩忍者了，他们也奶不到我，我只玩自己插治疗棒的角色，我物质不太会玩。我都已经黏着他们了，他们还能补不到、啊。完了，我这灵敏度也你要调一下。查到，查到，拔杀掉，拔杀掉。哇！哦天哪、啊，我看到了，他右键扔到底。对啊，他就紫色的一直亮着啊，就不知道干嘛。战斗软泥是吧？战斗七六，来啊，看起来比较狠。哎、欸，半堂的后。哎、欸，刚刚超可惜，没有补掉那个托比昂，托比昂刚刚超惨。刚刚好在调灵敏度。我准备好了，从空中攻击。那一招。前面有炮塔。托比昂一滴。Nice。不好意思了，好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开始，好，我们去宰口打好了。哎，不行，有那托比昂，拆掉，我拆掉了。OK。哎，我被射到头！他无敌在乱丢哎！哎，有人冲我点，点上！炮台爆了！托比昂，托比昂！是是是是，吐了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他快死，我他快死了！我快死了！把他打死 ，nice nice。查到半张，滴滴滴滴滴，起来了。哎，法拉达真的好快啊、哦、！nice。哦，不要再吸人了，我他妈开着大哥。毁掉炮塔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真的是操你的，我就看他跑在我旁边跟我一起跑，然后他那个黑黑紫紫的在那边压着。正义从天而降。哦，那时候吐了。哇，刚刚那个如果他补你的话，那个应该打起来是我的。那边就全收啦，他们都没有坦都倒了。而且我把他们那个降治疗了，已经打到。
我帮你插治疗棒。哦，我被爆头。哦 ，nice nice。哦，这真是我最需要的治疗棒。天啊，我在他旁边也待好久啊，没补到我。那两个人就不会补啊。不是，他们真的觉得是只有我一个人要补，是不是？我看莫伊拉就中火残甲，他才会补呢。他把叔叔当做会自补的。如果是我来当捍卫者老大，一定比你适合。那你又会怎么做？哦，这是网咖哎，好赞哦！哎，这边在玩宝可梦哎，真的哎。这主意不错。在玩宝可梦，都没注意哎，好讨厌哦。这章鱼呢？警车啊，把你抓走了！感谢冰链的纠团，不好意思哦，太太辛苦啦。多利控哦，哎，这是一种职业。多利控不是一种职业，也是一种兴趣，是一种荣耀呢。哎，你敢教训我什么是荣耀？是啊是啊是啊。不会说出萝莉的名字哦。哎，小萝莉呢？小萝莉七六很强哎。他快死，快死 ，nice。我七六也很强哎。七六也很强啊，我这次也是七六啊，哇，都是隔壁熟悉的 ID， 安安你们好，来哦，空抛手，空抛小那个小匕首，空抛小匕首啊，他那个没有抛路线的，没办法，有敌人，死神哦，死神，原氏哦，木拉快死，弟弟，和尚快死，原氏倒。要奶，莫伊拉，不要再往前吸了，回来，看我，看你的，我必插棒子，莫伊拉，你看他在吸那只欧瑞莎，他就一直在吸欧瑞莎，他就算他在吸好了，他至少丢那个补的球吧，补的球丢出来应该是不会倒，不至于这样倒的，我帮你加盾。直不倒，好，直飞倒。啊，我们擦棒子。感谢。点南瓜，感谢骑兵了。哇，砍一刀。来哦，跳丢，解决掉。我快有大了。哦，没有，那个死神，死神 AD， 他想吸，他感觉想吸，欧瑞莎想吸，啊哦，死神后面，死神后面，哇，原来法拉这么好玩啊！有双飞更好玩，有双飞会更好玩。没有啊，我看不出来有双飞。两套一个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。双飞要自己人会比较好打。然后感谢最皮的队友杰，感谢阿星的小藏，感谢带豆的狮子。啊，谢谢从冰链那边来的，辛苦你们了。对啊，这里配的超好，我觉得。逃兵呢？抓逃兵呢？七六想当逃兵呢？五十胜，成打积分，还差49啊？八四八，你今天有赢一场。距离百年老店还有99年。但是有点久呢，嗯，哎，还是他会连之前的也算了，不算，不会吗？你这支一的不算吗？哎，你斗争一就可以打了、啊，你这支斗争一继承的吧？对，可是重点是他斗争一也只有六等，他胜场只有一，可是你要不要排排看、啊？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没有，搞不好可以，搞不好是，我今天排不行，我今天排不行，哇、嗯。不会，我总共现在只有13胜。哦，我会呢。
因为我斗争一那时候也只打了11胜而已，不然怎么会只有6等？这只真的是最小号的那种小号，完全不演的小号，小到不行，超级小小号。但女王的手，她手那个拳套也太屌了吧！什么拳套？她所有武器都可以吸呢，金属物啊，都好猛啊！万磁王啊！哎、欸，正在加入队长，我还没看完。我们在看他的动画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很正点呢。我先用他经典造型哦，经典造型比较好看。但我不敢乱看新动画、欸。新动画？啊，我的，我就是没有，就是我想本来想补一些旧番。哦。不敢乱看动画，就是我没看过的。我怕那个玩具越买越多。也要闪子弹了。我前阵子在看盾勇，然后我就想买他的那个，今年年底出一只 PVC， 我就想买了。我以前见过你吗？我会找到我该走的路。哇，这个可以画好多条，好爽啊！爬墙，爬墙师傅。拆他扒衣服！他也爆太快了吧？他在干嘛？完全不躲招的他，他在大喊着干嘛？哎，要死了！死！哎、欸、啊！走不到，没到。哦，都踩到大便了。哦，中，然后怎么？嗯，莫伊拉跟师傅都在右边，左边，左边。踩到师傅了，踩到死了，他是不是不会用？问他、啊，你有没有大锁？师傅快死了，来死。谢谢你。目标抵达，检查你。你好啊。啊！单标头，哈哈哈！叮叮叮。他都没开过立场嘞。他都没开过立场嘞。好可怜哦，我不想这样子欺负他哎。要不要全屏教他一下？炸弹来啦！炸弹来啦！救人！
欸，他死掉，然后他在上面可以跑了，靠飞。我们在欺负新手。可能开局他们吵架啦，我们可能是新手。有可能因为我这只是小号就溜的，也有可能排这么久是因为我这只他要配对那一些等级比较低的。怎么可能？那时候第一次玩就遇到三个金刀的，不是金刀，金武器的。可是吵架也不至于不到不会用技能吧？有啊，你看他这个完全不开呢。吵架感觉就会摆烂了，而且他是有认真在躲技能的。对啊，吵一半吧。哎、欸，吵一半，他那个维生立场丢的有点远呢，他直接丢到那个满血的元氏身上呢。哦，不要喷我，邓奇。你要跟我配吗？二大、啊。我的转过去要破点环。哦哦。死一个。哎、欸，我们遇到攻击型的巴蒂斯特了。哎、欸，这样有点无聊呢。不会啊，这样子距离百灵宝殿更近了一步嘞。真的呢？直接缩短四年了嘞。他会开了，他会开了，他会开了。哦，他会射小飞弹了。我、哦、开心了。孩子长大了，孩子长大了。我要开大了，还是要杀他？出犯！刺杀！不行啊，他们站的位置太白给了，我直接秒刀。不是站最前面，到底在干嘛？有吗？会挡吗？他没有，快点啊！我忘了。还有创伤症候群呢啊！哎，没有，我猜了，他会不会不知道？就是他开那个东西的时候可以开立场。啊，会不会是他以为还在很早期的那个地方、啊？有可能，看一下吧。我没造型啊，我没有金刀啊。刚他吃了没有？哦，没有，他新手啊，他是二代才玩的。怎么不是刚那个秒刀四只？左刷左刷左刷哎、欸。可能你那个分数比较高吧，那个算的分数。那就是在抓战犯呢、啊，抓战犯呢、啊，本来就是提法、啊，他一开始就爆甲了。他一开始站超近，然后补是完全补不到的地方，然后右键也不开。嗯，我第一次看到二代的提法甲还可以爆这么快。他真的是一出来甲就没了，超快的呢。难怪要排这么久、啊，搞不好跟我弟一样啊。他昨天不知道那个盾是越打的扎利亚，对吧、啊？越打扎利亚会越强。哎、欸，他叫做炎效果、欸，哎，谁？那个迪瓦。炎效果，看到本名是不是？实名认证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啊，你没看过那个炎效果？人家，我想说，看最近玩家遇过玩家，还可以看到他名字，是很靠北呢。李明来哦。李明来啊。哦，真的排好久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突然要玩小号？我陪拉拉打啊，到时候我那只白金的我没办法陪他打积分。哎、欸，你其他都白金吗？还是他只要有一个白金就不跟你打？没有，可是我想打输出啊。你不可以这么任性啊！对啊，你不可以这么任性啊！不会啦，五十是很快。你要刚刚一起玩捕食啊，然后你们两个互补。哦，那也很不错呢。跟你们上次遇到的一样，遇到的一样，一直互补啊，还在互相补。那个、哦、一个玩莫伊拉，然后另一个玩那个安娜，还有另一个玩那个啊慈悲，他是帮那个莫伊拉补。然后莫伊拉只丢黑球跟右键。我觉得莫伊拉只会右键真的是很不行，丢黑球还可以接受。依旧键一直吸，真的不知道在干嘛。因为你丢黑球还是可以补人，但是你按右键的时候你不能补人。没有，我是觉得啦，他要右键的话，至少把左键用完了啊，不要那个人家满血你还在左键，啊，你左键用完，至少丢不要丢黑球，你就丢那个治疗球啊。
这条球一次可以补很多啊，而且补到人会慢慢慢慢跑啊。哦，他那个补量是真的不行的。刚刚巴利斯特补量也是不行的呢。你知道他刚刚维生立场丢哪里吗？他丢你身上呢，我残血他丢你身上了，他丢超远。在扎我头哦，他在扎你头啊，你满血呢。他先预判你会残血哦。哎，零二的 CV 竟然是护松咬。那你知道我的 CV 是谁吗？我知道黎明来啊。黎明来。哇，这海来好看，53等的第一把海来。敌人来袭啊！嗯。那个飞弹很明显是对面第一把的。对。射一射飞回来。被原始弹回来。哎、欸。等一下那个什么，那个刚刚遇到那个看到那个 D.Va 的这个那个什么精彩的镜头，哎 ，D.Va 怎么有这个技能？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？对面打过来了，对面遭到 D.Va 的影子。中国城，这地图我蛮讨厌哦，中城区，中国城，然后中国城，中国城，看错。哎、欸，马林哎、欸。啊，赢了，稳了！我已经可以听歌打了。宝中马林们好油哦！你还敢说人家啊？我也喜欢宝中马林。你谁？我问你，你不喜欢谁？杰克，你得停下来才行。宝岛眼镜。这样下去会失控的。宝岛，你就是很喜欢的人。真的、哦。啊对，不是像小林眼镜呢，像小林家的女仆龙，你一定喜欢那只哦，紫色那一只哦，你喜欢萝莉龙哦，电龙哦，康娜哦，是吧？承担一切责任。哇，你连名字都叫得出来，肯定不简单。我叫不出名字，抱歉。我叫不出来，我只要用尾巴充电而已，就这样而已。没有啦，我猜的，猜的。哦，哎、欸，拦路柱交给我。哎呦，我被粘到，我被粘到了。勾到输出，麦卡利迪，勾到猪。不知道。你太前面了，你太前面了。勾到输出，勾到输出。你太前面。哎、欸，啊，那个西，你弓箭还拉着。不是，没事没事。他我以为那个宝中马林会丢那个无敌立场。丢过了，他刚丢过，他丢过，他那他乱丢。哦，好的。那很显然我是没有被立场照到呢。很显然，没有他丢我、啊。妈的宝中马林，我现在就去退定。大小看看本身的意思。好痛好痛好痛！啊，好了，你没有牛仔？有，他有看到。哦，不对，那是队友的。啊，不是，他现在就开，他现在开战手电有什么用？丢完龙就可以去死了。丢完龙就可以去死了。来，我来了。那个牛仔他妈在我丢龙的时候丢我粘弹加右键啊，不讲武德哎、欸！我那宝马被勒死了。还没结束呢。哎，对面莫伊拉是会补人的呢。对面的补是很奶白，你看对面补是补了多少血，他们两只已经补6300了。你们守在人家门口，你想下哎、欸？没有，不是嘴你，不是嘴你，我们是在说不是嘴你，我也想要啊，我也想要在门口补很爽哎、欸！你看他们都有大，我刚才有大哎、欸，
尊重一下我好吗？不是，我觉得是那个我们那个父子嘛，我知道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不会断了，七六断了，断了，七六。哎呀，现在开干嘛？到位了，呜呼！他怎么又有了？哦，锁烂锁烂。啊，撤退撤退撤退，门关了吗？门关了吗？怎么还没关？哎，关了关了关了，好好好，就这样守着。哎，那是人家家呢。在我这里汇合。不是，我觉得是那七六，然后七六他太早交那个大招了。对啊，那个第一波的时候他太早交。哎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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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给他看到。哇，他怎么在那边复活？哎，我被卡住了。还没结束呢。朗龙魂吞噬一切。哇，我一个宝牌了。我开那个了。别担心，交给我。臣服于我的意志。完了，补不到，这龟派气功干子。多谢你的支援。大家过来接受治疗了。大家过来接受治疗。启动战术。站后面一点好了，你们会比较好，你会比较好。哎，对决，对决，对决。白痴，对着什么东西？他还在那边打，他还在那边慢走。我来，我来。你们后面有重创梦想哦。那个要死了，死了死了死了！我大快啊，有人能配吗？我拉后面，我们后面。OK， 等下等下，这是快子。好的。我来我来来来。哎，他冷了。是是。有我大哦。我觉得他这个刀要抛物线呢，可是他这样也有好处啊，比较好插到人。这怎么自己一个人走过来啊？是谁啊？是谁啊？哦，哇！我被点到头了。哦，我大我大。哇，他死了！等等等。躺这样吃龙魂吧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莫伊拉，快死了，快死！哎，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他又自己一个人来了，抓他，抓他！他不是刚刚第一把吧？完了，他开了大，结果不会喷。你跟他讲，你跟他讲，右键可以开维生立场。不一样吗？他如果还可以开维生立场，他刚开的大，我看他把那个废铁枪拿出来，结果没有按左键，他不知道现在要自己那个。啊，现在要自己按哦。对，可以点放啊，可以松开放。哦，这么麻烦。哎，下面有，下面这有人了。哎，他不见了。啊，乖乖，飓风喷不到，哈哈，躲太短了，哈哈。哎，你们在上面哦，有东西，有东西。哦，他很勇，他很勇，那不开锁，不关我的事。哎，换扎利啊，比 school 七 B 眼呢？七 B 眼哈？你敢撵我哈？他撵弹是超痛的，撵到的伤害更高啊。对啊，他撵弹那一百多。好被我朋友打给我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哎，这里有人哦。B 级。感激不尽。哎呦，换回来了。我谁都挡不了我。哇，没丢到。在我脸上，啊，快死了！还剩六十秒。你待着不？哦，这个。
啊！没断到他。我快有大，我快有大。啊不。启动战术锁定。我炸了。来，我来了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OK OK。算的时候到了，我刚被墙壁卡住了，被车卡住了。啊，他软掉了。哎，他是会补的莫伊拉呢，他补了9900呢。我好了。黑嘴了是不是。哎，我以为是76那一波哎。太好了，大了。赚了。滑鼠超好吵，好吵，什么好吵？被你强化之后，他们全部都流血流到死，对啊，超痛的嘞。我流血会算强化，莫爽。不确定，会吧？但是应该伤害都会增长，就感觉变痛了，感觉变痛了。哎呦，取消一下，等你们要一下拉拉，我去厕所。他没你好友拉拉啊？你没上吗？他都这样啊，没差。不知道啊。那小了，哇！你要下次是艾希先那个烧到之后，你开大绝，有没有烫死他们？直接烫烂他们呢？要玩 POE 欸。虽然说退曲可以播歌，但是我还是会把记录档传到 YT 去。哎，在干嘛啊 ？OK 啊 ，Go Go Go， 还要去厕所？去厕所啊！还有厕所，尿就多、啊。哦，天哪！怎么了？我的界面变得不是纯荧幕。辨识传话。哦，可是我没有调过哎、欸，为什么他自己会跳？我被盗号了。嗯，肯定的，是我也盗。我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一定有好不好？可能找个44场胜场。哇！这是我唯一拥有的。有了有了，就盗你的号啊！你帮你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可以排积分了？所以你真的忘记我是谁啊？我记得你是谁啊？你昨天不是说啊？有吗？我们认识吗？没有，我那个是我在想，我好像认识哪圈比较久。哦，认识他比较久，好像是。所以你先认识到他才认识龟龟，还是先认识龟龟才认识？龟龟。那一定是认识我啊。然后就他，没有先他们的。哦。之后是那个玩麦块才认识你啊。哦。懂了懂了。那时候啊，他又跑去呼吸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。哪有人尿尿尿那么久？上次说太小找也不会找那么久啊。习惯就好。哦，不行哎。快！
我知道戴蓝牙耳机了。哦，对耶。对什么？我可以换耳机耶，换吗？好像 iPhone 的耳机听得比较清楚。嗯，你试试看啊。下一把再好，他应该快回来了吧？你习惯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他有这么快吗？不知道。他是龟龟。这个耳机都坏坏的。试试看。挑个耳机。哎呦！人回绝了呢，谁这么过分？他掉耳机，我被宇宙老虎人袭击了。那要不要一起跟我听把布哥？啊！麻辣，麻辣嘞！你们真的是很有默契。他不见了，他的声音应该坏掉了。喂，你好。你要好了。好，你要跟我一起听把布歌吗？什么是把布？就是一直叭叭叭的歌啊。那什么？我会卡哎、欸，可是我开网页会吃网络。我今天看那个他拍的那个狗狗的影片，然后这个歌，我就把它加进歌单。我现在在听，我被这个歌洗脑了，凡是一定听过。嗯。你要当狗哦。不好了，这个我一直现在在听呢，我在 loop。嗯，走啊！我被宇宙老虎人袭击。被这首歌洗脑了，我已经没办法不听它了。那你知道我被宇宙老虎人袭击了吗？那时候我去袭击。白痴哦，抖音哥哦，对啊，还在八八八呢。哎、欸，拉拉猴，我在调声音呢、啊。你先选配对，你先选配对。听把布哥啊，他被宇宙老虎人袭击了。我传给你拉拉，快点，你去听把布哥。哎，我听啊。好大声呢、喔！这什么歌啊？刚刚的糖的歌吗？不是啦，靠北不是你糖歌糖歌哦、喔。哦，我听过啦。这歌都是配宠物的、欸，超可爱的。那你知道我被宇宙老虎人袭击了吗？你看到一个，他是那个什么？他把那个。他养了五只那个飞鼠还是什么松鼠，然后全部粘在墙上。我想养松鼠哎、欸，一直跳过来。那是飞鼠吧？我裤子里面现在就有一只松鼠。我裤子下面有一条龙哎。那你厉害，妹子的裙底下不是都是龙吗？他被喷火哎、欸。那你知道米妮被米老鼠干过会变什么吗？蛮。白老鼠，你会变松鼠？为什么？啊干！靠！奇怪好，好贱哦！松鼠，这能讲吗？这为什么不能讲？这为什么不能讲？
听不懂的只会哈而已啊，听得懂。我在开台。他没这个还好吧？没事，下次换他开台，我不开台，我就讲回来。好吧，我连堂哥都讲出来，好吧？堂哥，我一起唱堂哥。堂哥在 YouTube 是不太行，肯定不行的吧？嗯哼，我再说一次啊，我被宇宙老虎人袭击。没有人想知道哎、欸，这真的很搞，看好洗脑哦，关掉，很洗脑对不对？超好听的，叭叭叭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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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嗯，哦，好厉害哦，这个成就。用南露珠中断一名敌人的绝交，绝交，绝交，有啊，你那时候用南露珠跟一名敌人绝交，我勾到谁啊？我忘，就是有人在开大食神啊，或是法拉，你可能刚好勾到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好帅哦！你很帅，对不对？刚好那个、啊、那个安娜开大、啊，然后那个直接勾到啊。我那我分享一段我今天的超帅镜头。什么？嗯，我的睡眠标睡到两次大、啊。哦，我上次想睡那个决斗吧，然后我找不到他，他被他找到了。我忘记他叫什么了，可是每次都被崩。卡西迪，麦卡利。对。你对什么对了？卡西迪啊。哦，是吗？随便啦、啊。反正那个戴帽子的，绿色戴帽子的又很多呢。那个、啊、那个、啊、艾希啊，嗯，肯定是奥博也有啊。哎，鲍勃的帽子很可爱。我现在发现，其实零二摇要摇的好很难诶、欸，妈，那个身体律动要有点好，对吧、啊？不然很像智障诶、欸。那时候看到别人的零二摇跟我的零二摇。我打一整天的攻击方，真的不是打一整天的防守方，真的不想打防守方、欸。我真的很讨厌防守方啊，攻击方比较好玩。对啊，零二摇好看吗？要摇得好才好看哎、欸。看也看很多哎、欸，还好吧。零二本人摇的最好看哎、欸。医生，我真的得吃蔬菜吗？蔬菜的口感正。那你要跟我看零二吗？对啊。为什么？要用那个什么？我可以一直全按呢。来弹琴。喂喂喂！哎喂喂！我刚出去想说有夺命女。他很过分欸，他要这样子玩是不是？我这个新账号是想要客客气气的玩游戏，他叫我不客气咯。不打不到我，兄弟我不客气咯。喂、欸、他走了，然后换回来，换回我的半账，反正他也打不赢我的半账。哦哦哦，他总是站着，他站着打受戒他啊。但你们好为难哦！超越塔没了，他人整个没了。那你把上面那个人整个弄没了？好啊，我试试看。他快没了，再一剑就没了。他走了。来来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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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来了，师傅快没了，猪没了。他快没了，让龙魂吞噬一切，用龙开路。没有人躲得过我的双眼，好怕哦！看你后面吧，我的手里少了一把刀。一箭头，躲命女。
我没拉满他没血。哦，好痛哦！死了，好耐子。哎哎，那个扫界。嗯，没事，你复活变快了，你复活的路程变快了。还好，不然跑好远好崩溃。这是真实的威力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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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和尚的实力跟我一样烂。他妈，他一直在那边射很久哎。啊！救救！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过不去。你被那个小卡的。不行，为了正常，我不能玩半张了。他们完蛋了。要玩埃及了。过大了。拉拉，等下大给。哦，靠哟，他开大，他大开哟。我就要干过去。哎哎哎，拉拉扶我一下，我在你后面。拉拉拉拉拉拉。哎。不是那个七六一直卡我画面，我补不到你。哈哈，哎，左右左右啊。对。没事，我大招又快好了。我欠你，我的绝招在虚拟。杀光你他妈再给我哎！来不及，冰到我头了呀！叭叭叭叭叭，叭叭叭叭叭，叭叭叭叭叭。我决定以后每天我的那个每日任务是。至少要滑一个小时的抖音，那、啊、很扯呢。查到查到，他是旁边有那个物质，一头一头两头，物质快死了，他是。哎、欸，他在上面。他快死了，啊！我被那个车子卡住。他走左边，他死定了！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靠！没打，没有，他不是不补你，他打到那个建筑物了，他那个就可以破坏那个玻璃挡道了。哎，他给我那个，帮你们开眼。Oh shit！ 哎。我有大，我有大。他开眼了，哦、难怪我打不赢他。还是狙击手的位置。白兔，我的那个灵敏度没调，让我调一下哦。把他们丢弃，小呗。都没枪。哪里？启动战术锁定。狙击手这个乖乖的在头上，还敢给我下来？哎、欸，他换脚，他换你的卡西迪。我被卡住，我被他卡住了，我被那个机甲爆掉卡住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调成那个？那个？那个干我那个镜关不起来，就那个是压着，压着点特别，你要去把它点开，然后应该有个压那个开镜。狙击缩放，这个吗？哦，对耶，对。我们走上要不要？这种客制化的要额外点开。狙击手在后面，在一起。嗯，看他，看他。开你老子！哦，奈斯。是，哦，你断的不错。
其实这个现在不用开啊，那没关系，因为我追不到人，我没有大招。他跟你说他大击很快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在原地开大？你要教他，你刚才讲右肩可以那个、啊。不是，他怎么这时候开大？他还是原地开大。哦，那时候这个大，知道了。开始，嘿嘿。哇，你这下我用扁的，妈的！铁板神射保佑，把他们丢出皇帝。后面闪光。是我鲍勃，妈的！闪光慢慢抓了。他被鲍勃射死。然后飞回去。嗯，他那个狙真的很扯。妈，他开透啊，难怪我打不赢。哦，他一枪。他是感觉像，他感觉是要打七六，不是要打我呢。他就从旁边跳过去，我被七六挡视野。七六很会挡队友跟敌人视野。没关系啊，有赢就好。最主要是胜场啊。我都听不到脚步声呢，我音乐开超大声的。哎、欸，然后米奇和其他伙伴，嗯，啊，可爱哦！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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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飞棍啊！什么声音？我的表扬等级提升了，我昨天莫名其妙下降，然后今天又提升了，到底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一直卡在一跟二、欸，哎，都好一直下降提升下降提升，对吧、啊？哦，他的机制很奇怪，一定要你去打路人场啊！好像打越多你掉越快啊，如果都跟朋友打的话，他以前还可以表扬对敌对的、啊，然后现在不行了。嗯，嗯嗯榜六，哈哈。来，拉拉，你看这一段。那再往前一分钟啊，是可以看到断发拉的大，而在这过程太久了，就这一段比较帅。他说：“宇宙在对我歌唱。”欢迎来到希望之声。说了。你说我吗？不符合儿童观看，你那个要打开啊！一大堆频道都是成人的好吗？他没有那个你的时间呢、欸，没有我的时间，什么意思？他点开都从零开始数哦，那你一分
他们有写1小时8分钟零三秒。我跟你说，从1小时8分钟开始看，一下子而已。半死神大的画面了，啊，就这一张啊。这张地图啊。没有10803。哇！他刚转出来瞬间，你直接睡到他。对啊。就是有看到他。他特效出来，他特效出来，然后又不见了。今天早上跟 ID 朋友玩的时候，别傻了，我会看好这里。拉拉，你还在听八八歌吗？他关掉了、啊，不专业。查好火葬，查好火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补不到。到这位置很危险。嗯。他上去找。看几滴？七六滴。下去了。比较死了。人是哦，人是。人是哦。看几滴？好，给你原，对，补不上。物质卖照。来吧，格雷西。啪啪啪啪啪。爸爸爸爸爸，我们领先了。杀戮还没准备好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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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。啊！被毛插到啦！吃到毛啦！吃到毛了！那只瑞莎快死啦！哎，楼上三只。啊！看我被打，他过来打我了。好，干！我没有跑，我没有跑。他快死了，是。西欧。我尽量保你们后面了。快推！我叫你推。你的右手可以把它吸过来吗？把机器人吸过来啊！对啊，我们身上都是，我们身上都是金属啊，为什么不能吸？那是很过分的。几率低哦。那个一直在后面滑，很讨厌的。完了，对不起，啊。没关系，大家可以帮大家扩大了。这死神很果断跑呢，明明就可以打露西欧，然后很果断的往后跑。该来场疯狂杀戮了。会不会很强？还好啊，是挂到葡萄球才敢踢的啦。看大等下要不要给我？等一下啊。上面有原石，让龙魂吞噬一切，充满疑惑。上面，哇，反击入侵哦，麦，真的是，好讨厌哦，这不好打呀，他们那个骑都在上面卡着。打头！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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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！后面！哇！把他们丢进荒地！别拦谁谁！不耻下问，教学相长。后面七六。Over there！ 敌人在推进。啊，我觉得我们死神要换了。路修在哈喽，打不到他，操！要死！我偷！剩两滴，我剩两滴。
那拉拉被打，拉拉被抓。他死了。OK OK。第二滴，七六快死。OK， 扎利亚死。机器人是王的。后面。没事，快死了，没事。我们要向上超越。露西欧真的是在靠边。露西欧一滴。帮我补一下。他被我吸掉了。哦，好烦哦，这路修。干他妈一直在后面。他一直开加速来扁人呢、欸。啊，很难打、欸。哦，原来我被锁定。这张图很多墙给他划。真正的强大。没关系，你等下大给鲍勃，鲍勃会帮你搞定一切。大鲍勃。他要不要砍前啊？砍后很忙。哦，那我七六四太凶了。啊，还是我要换星星？换啊！我先把我的大用掉。屏障快碎裂了！刚那个扎利亚大被我吸掉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丢到后面去了。哦、我以为被吸掉，我想后面怎么弄的？阿兰，你有强化吗？屏障即将耗尽。没有。强化给鲍勃，冲啊，鲍勃！哦，鲍勃很强，鲍勃很强。啊，小鲍勃厉害了。什么东西？后面有死神啊！哦，我把那个士兵锁死了。我大了，我大了。鲍勃怎么都没？没有，他有杀到他的，没有。刚刚对面露修比较大，他那盾太多了。他刚把物质跟那个射掉了，好失望啊，宝宝。哎、欸，你后面有死神哦，对不对？我要死神，那我还要还那个吗？混沌萦绕不去。死在二楼好像。想转想转，开一滴。真是吐了。打他。哦，那是路人。死神努力一点，死神努力一点，再努力一点。敌人哪儿？那路修真的一直开加速来后排。嗯、啊，他真的是过动了，还是我等下换蓝路柱把勾下来？他没有死神哦，物质掉下来，快死了！死神在这里，在那里，顺走了。哎、欸，后面右边右边。哦，两只死神跟露秀在后面。死神快死了，露秀死了，死神快死了。对方抢走机器人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小枪，小枪！直接跑到后面了，两块死。我的表现卓越。要披萨哎！就不可能胜利。哦，来手。死亡的猎物，可以啊。鲍勃怎么不动？鲍勃不会动啊！上面，他被砸到，他被砸到。剩六十秒。哎、欸，上面死神上面。OK。他想转，想转，想转。妈，全部吸掉。哦，我断带了、欸。他们都在那里。物质快死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看见无限的宇宙，我看见无限的宇宙。
令人羡慕的技巧。哎，帮我推，这一小段距离，我们就能突破局势。握大，握大。哎，又来了，西欧。后面还有西欧。他快死了，我快死了。他死了，是是是。我这快死了，我看到我的死亡的征兆，我印堂黑黑的。你看到那个之前死掉的那个致谢啊？对。哎，旁边有那个。矮子，有矮子，有矮子。我把他们推到你的大里面。有，我看到。看我被击败了。哦，全死了，看。太痛了吧，来不及。然后把我们没有反制的那个，我们的反制大招还没有。我也没打。我觉得死神不太给力啊。是有点不太给力，很不给力。我觉得最主要都没有，最主要他们都没什么，都没什么，就是那个路修太烦了。那为什么不是我断大？哦，我人生第一次哎、欸。白天那路修打对面全队最高哎、欸，他妈打5900，因为他太烦了，这里太多地方给他滑了。对面死神绕后啊！我应该找点换信息去电他，是我的问题。好爽哦，路修！然后我抓不住他，太扯了。然后他墙壁太多了。他太好滑了，而且现在路修滑的速度感觉变更快了。然后刚刚有一轮他打不到我，我也打不到他。哦。哦，女王真的好好玩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斗争币是越给越少啊？那才发现，他每周挑战四个给30，八个给20，11个给10个。就鼓励你不要沉迷于游戏了。哎、欸，那他一开始直接给300，我们就不会沉迷游戏了，就不会玩这款游戏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98个人，除了刚刚纠团过来的，其他的人为什么？我也没什么讲话哎、欸，天啊！哎、欸，我这玩竞技那种游戏，嘴巴都不会动哎、欸，像打魔物猎人也是啊，打一打声音都会不见。啊，繁星呢？繁星还在吗？我在，都这样子。请问挂塔有那么好挂吗？开心吗？没有啊，感谢你们挂台，谢谢谢谢。挂很久了，
欸，你有没有睡呀、啊？早上又是看你在那边那个幽灵台那边说你在上班。O W O W 安安，啊，我忘记你那时候在幽灵台说怎么称呼你，忘了。大家都爱挂，我知道啊，都很感谢啊，让观看率才会提高啊，谢谢你们。你有睡哦？睡多久？你说，老实说，睡多久？好了，皮出来了。九点睡，刚刚七点才醒哦，睡这么久，那很不错啊。现在抵达伊利欧斯。选择英雄。哎呦，我们四字狙击哦。闹中取静。很好玩。哎呀，很好玩。我曾经路过乐色这一两次。你就是把赤红纳德贴进大篮子里的家伙。是他先动手的。哦，赤红纳德是谁啊？谁呀、啊？感谢。那玩蟑螂好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哈！第一回合，战略担心目标会全力支援。慈悲来了。OK， 很好，我们每人都一个人配一个捕食。啊，这是那个夺命女的捕食。我来帮忙了。杀光！过来啦！哎，怎么死了？啊，被老啊！我好没有气哦。启动或者 ，nice。我得回到自己的岗位。这里有敌人，我掩护你。我来支援你。我的装置没了。啊，快死了！启动战斗协定。这。干。好烦，其实我在顶好了，对吧、啊？要打就来这里打，年到喽！他还被我右键丢到，年好年满。换到我拉拉 ，miss 一发。我没有那个老田鸡哦，老子我大了，那边老子你后面的狙需要补哦，安娜。我得回到自己的岗位。过来，我会治疗你们。齐六会看本金的、啊。看要不要先解决齐六。好卡，臭你！来，我又卡了。人都在飘，又飘了，是不是？看，我已经看了一次重播了。我说一次不，我现在都看两次以上。哦，有没有用啊？哦，那时候，哇，可惜我死了。哎，我们的夺命女输出很高呢。对面原是更高呢。我来看看。没有人逃出我的双眼。
我们被原来是被龟龟针对到爆了。哎呀，我们左女在努力用左键扁人了。啊！七六死，七六死，七六射门火箭把自己 K 死啊！好死，扁喽，扁喽。继续继续，开始。他一直追我。好的好的。好啦，好啦、哦，有气了。好啦，被我拉到。打死。啊，你吸啊！我让你吸。吸六块子，我也快死。好、哦，谢谢。我打、啊。奈子，他、啊、这个太早开了吧？这个角度我看到。打到。哇！我被击落。好了。啊靠！完了 shoot， 我看着七六，我以为我是七六。有有有！哇！好的好的好的，好了好的。我来我来了。哦，耐手。还没盾，还没盾呢。快点！我锁定你了。幺幺安安，好安安。我不要被让小雨前的法拉带。哦。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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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上去了。我上去了。我来支援你。正所谓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哎，那是灰色鲨鱼打的，不是我。就有越多东西能学习。没看，真的不是我，是他打的。我没事，我没动。五、四、三，都他打的，我只打第一颗，后面都不是我打的。对呀，后面那颗我想打，可是我没打中，他先打掉了。我出手了两次，只成功一次。哎、欸，他就想，就是想推人，就想推人。那我们就去看他。你们后排不行的话，我就往后了。哦，被哦，那是那是这个。那我不行了，我要先躲一下。我来，我来。啊。靠背后面怎么有个花盆？我方势单力薄。粘住了。粘到了。怎么最近足球的他妈这么疯狗？他妈的开加速冲到后面扁人了、啊。哇！会。我被粘到了。当面卡莉，基迪，迪西。OK。就对他，他给盾了。他找不到人，我就在他身体绕，他一左右转找不到人。这个射控有点多，我来换那个好了。完了，灰色鲨鱼，妈
只会打球不会打人是不是？完了，这怎么女用把自己当 C 六在玩呢、欸？哇，擦一下，好、oh, nice。扣太多了，他别玩狙啦，我一个人射不了那么多人呢。失败，各位英雄站起来。终于剩三十多分钟，你都挂台奖励了。哇，那你很赶呢。十八号不是有新的吗？你很赶哦。知识就是最好的奖励。这个小范围的，这是应该行啊。闹中取静。心之所依。哎，他换了，然后原师。我们会成为驾驭风暴的闪电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第三回合。妈的，没跟到打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这是最后的机会。哎，炮！你看，会给他泡泡哎、欸，快、啊、点，开始。点内有吸哦。OK。哦，快打，快打！但他刚那个牛仔就剩几十滴了，那忍者不抓过去。OK， 暂停，暂停。他那路西欧是脑瘫。走麦卡利，后面盘，哇，后面有西欧了，要去哪里吗？哇，那西欧真的好烦哦。真正的强大未必体现于胜利之上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小心。够了，感谢。你好啊。扩大了。自由开。好呗，他一来就开。双杀。不是。真正的强大未必体现于胜利之上。需要这个释放耐力强化，把他们丢弃荒地。助人本身就是一种收获。别急着了，还不快过来！原是传统的好武器。后面后面，哎，烧烂！王者 ，nice！ 马屁！到此为止，到此为止，快死！
好，开始。哇，那就行。上面重复。对。好，开始。开始。后头，后头，安娜，后头，安娜，后头，安娜，不要补他，不要为了补他过去送死，他不值得救。一直冲哎、欸！你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你就顾我们的人就好，不要理他。不是他一直冲，他是不想让你补。他冲过去，你死掉我们更亏，因为他超级没用。我那时候后面来了，西欧来。啊！没掉下去了。他快死了。哦，那手。好了。我直接赶快变成他，套你一个盾。哎、欸，超勇的嘞！我想说，怎么死不了？MVP 吧，这个。我直接变成他套盾给你嘞，直接屌套一波呢，屌套一波啊！我想说完了，我要死了，就你直接套，我直接开大。啊，他完全不会痛的，太危险啊！对啊。好，你偷打两下，偷打两下，打三下盾。哦，我这还是不会太死我。我有停火了，你打了两下左键加一下斧头、欸，哎，哦，你那下特别轻是不是？我在算他的那个盾的时间，我没算好，不好？嗯，就是说队友会先把他打爆是不是？对啊，队友会没有，我想到他盾快结束了，我不知道他盾现在那么久，因为之前都被队友打爆了，都被我们好路人打爆了，他很贴心呢，我是你的好弟弟。啊，对，我的好弟弟，死神直接砰两枪在他盾上面。那时候他盾怎么那么快就没有？真的好痛啊！没有，他那时候不知道啊。他昨天才，昨天、啊、前天才刚玩呢、啊。嗯，没有，他前天才刚玩呢、啊，礼拜五的时候才开始玩。啊，然后有点克我，他开那个盾流血就解掉了。那袁氏真的是，他三场打下来，他只打了5000的伤害呢。夺命云两场2800啊、哦，然后后面袁氏打2200。哎，2200我还是有3000。嗯，他很努力想要抓牌呢，只是队友都不在，他还去抓牌呢。School trivia。我好吵。而我是你的女王。哎，我这个人，正义从天而降，压住他的好兵，双帝。现在，玩家头衔要怎么拿？那个啊，不知道。那个、啊、不知道，大家通行证好像没有。想一下，自己还是不太知道。我看一下啊、喔，嗯，全部丢给通行证啊，通行证没有，那我不知道了。哎、欸，因为我上次遇到有一个他有啊，会不会是打那个啊积分？积分吗？对，
那个挑战，你看挑战，然后生涯那边有个团队名称有没有？生涯然后嘞？团队名称下面啊，可能什么你要玩任意什么250场啊，或是以什么什么补师位置赢得几场那种东西啊，对吧、啊？他有什么处决者玩家头衔？有没有团队名称？那你一上去可以看到。什么全能选手、刺客，有没有？有吗？你要看一下。哦，你还没看呢。我没有在找，我找不到你说的那个在哪里。就是你只点开那个通行证的挑战，挑战，然后生涯。生涯哦哦。团队名称都是啊。哦。那我看一下，我上次遇到那英勇奋战，他赢得了250场，那他也是玩蛮快的呢。嗯。先锋。这个重点是他赢得250场，啊、真的呢？输了250场，我现在才97呢。完了，新美塔。欸，新美塔以前大多是传送人嘛？对啊，不然就放个那个啊，立场可以回那个加75的盾，恶心。可他以前比较好玩的，以前真的比较好玩。不用准度啊。对啊，那个扫地塔门走过去就死了。我现在这个好长，啊、他这个好长哦。嗯，太长了吧？他这距离太长了吧？新美塔的距离。你看那个雷射笔的距离，相信我，我就是知道，超长的、欸。他没有自动牵狗链呢。对啊，可是好讨厌哦！你看超长的。离开自己的组织，我无法忍受他们把我塑造。为什么有个人在打地板？傻小有病是不是？他那个、啊、当半线的、啊，他蹲在这边。我在猜他可能还在擦地板，你看。没有，他下来了。他物质啊，物质刚才在打地板。打那个垃圾桶吧。我在帮你强化。旁边是不是有人？欧洲。我被逮到了，我被粘到了，我被逮到了。对对对。猴子哦，你在上面，靠呗！哇，我救救救！猴子，我快有大了。快死了！来我一下。哪里？哇，他开那么大！我以为猴子死了，没滚。哪里呀、啊？我被清算的时，我清算的时候，然后被推一下，他直接待远，我直接待远。你有时候看一下，如果说奶的时候，队友头上会有一个家，你要找那个家。如果你找不到人的话。真将，真将，真将猪，真将猪，真将猪就这里。我待在这边好，你们猴子跳到后面跟我讲一下。那个时候有时候在家前面不会注意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来了，我帮你们加那个盾。我的流血把他叫醒了。哇！哇！我在想要砍他，后退吧，后退吧，后退吧。升降猪，升降猪，升降梅。来，我来。
卡西迪有点烦。我这一滴，猴子死了。妈的，抓半张抓不掉，这么可怜猴子。我同情你。拉到了。赞啦！赞啦！猴子哦，猴子哦！你看到我会怕是不是？看到猎人了，哎呦！好的好的好的，我们找有掩体的地方吧，不然我等下血没了拉不太回来。金怪子，我要打，我要打。升降物质，升降物质，升降物质。升降子，升降子，在哪里？好了。啊。卡西迪有点烦，查了猴子。没有盾你还敢来啊？都抓我。OK。还来不及太远。那个卡西迪死。你怎么会有太远的问题？我刚被弹开啦。哇，猴子还在后面。你不是可以右键直接狙吗？啊，你那边有东西挡着呢，那看那个盾啊。该制定新计划。他那个盾不是可以挡吗？他说猴子的罩子吧。哦、我知道，但，哦，我没看到他有没有罩子。伤害增强。他应该被罩到了。哎、欸，拉变危险哦。让龙魂吞噬一切。谢谢。我的绝招在虚拟敌人出来。我来，我来了，帮你加那个。猴子快死了！哦，还要被埋起来。猴子要死了。那个好痛。我没有那个卡西迪，卡西迪快死了。啊，后面我们后面拉跑啊，死了。可惜，我子弹只有六发，不然可惜一定会死。我得回到自己的岗位。哦，那我被那只长颈鹿一直追。长颈鹿不是独角仙吗？怎么变长颈鹿？随便他。长颈鹿。我刚才在想一下，哪一只啊？他一追我，他开着那个转一直追。那卡基迪有点烦呢、欸，你看补不起来哦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在那个旁边这里。好了，帮我挡住了，我们右边的，我们右边三只哦。OK， 我开那个。OK， 路修死。我这时候会玩，
玩这只啊。弄这时候会玩太赢啊！哇，我刚大空掉了，他刚好开那个。哇，是，看能不能碰一下车吧。看他们掏布，干你俩还是推我，靠背，我是 D.O， 我一直被推啊，不是，车子，我在贴，我在贴。单排玩家哎、欸，搓完就跑。你说这里啊，他抓不赢你啊。感受你心中的怒火。心中的怒火啊。好了啦。我叫卡西迪。迪法这新的造型有点丑，我觉得。那头发。我想吃炸热狗。吃啊，炸热狗，食神的炸小热狗。我想吃杂菜包。哦，你不想吃食神的炸小热狗啊？没有，我想吃食神的杂菜包。你刚才昨天看这个吧？没有。那昨天看你跟拉拉不知道看什么番还是什么的。我跟拉拉在看那个啊，盾之勇者。哦、很好看呢、欸，好看一直看了，对啊，我连 ID 都改了、啊，华宝，没有是那个我小号这只小号啊，而且他说迷你 Q 很恶心。东城区附近的火车上或火车内击杀五名敌人。嗯。哦，所以那时候想说，怎么会有特别跑到那边去的？嗯。哇、哦，炸热狗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！你可以买那种冷藏的。冷藏的？就冷藏，然后放到那个炸气炸锅炸的那种。不行，我觉得气炸锅不好吃。没有没有，我家煮过，好吃，冷藏很好吃。我觉得气炸锅就是还是没有真的炸的那么好吃，健康一点，可是差不多了，吃下去口感。不需要健康，我需要好吃。这种垃圾食物就是要垃圾，垃圾食物都已经这么垃圾了，就是要不健康才好吃。没错，可是要特别去吃啊。可是你买回来不用特别去走路啊。健康跟走路没有，我说我是说用炸的，
买是可以，重点问题是不能用气炸，要用油炸。不是油很浪费，炸完一次之后。那就多吃几只啊。对啊，我炸一些就不会亏了。爸爸爸爸，我知道你养不动他了，没事没事。他早点死掉，你就可以早点拿他的那个钱了，不是吗？遗产。就是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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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。可是要确定他们外面没有负债哦。那肯定是没有。那你可以去死了，这样子。还好，其实我自己都蛮节制的，我以前都不怎么管，就是吃炸那种。现在都很节制，看到都会想一下，想到受不了才会吃。我现在看到也会想一下，但我就只是想想而已啊。我会边吃边想，我吃这个到底正确吗？你真的好好吃、啊。那你很会想哎。先买来，然后再说，感觉好像不太健康哎。我忘了配可乐。你之前不是说要减肥？谁？你啊。我已经剪完了，好笑啊！有分别吗？有，瘦了8公斤呢。你跟我说。哇！可是那个好像也没有刻意去剪，我本来也会变胖，那就没有，反而瘦下来。健身的时候，我不吃宵夜啊，要减肥啊。哎，我现在真的没在吃宵夜呢。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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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有防守方，我们有无建议呢。看好前方，我来支援大家安全进攻跟撤退。那手势对后面到底有什么用啊？腰上有把好手枪，我就没什么好要求的了。巨刃是哪一把？不过巨刃不是你的一吗？更好。左一还是右键、啊？我看一下。再出一次任务就没有，居然是我右键。那怎么看起来就很小把、啊？没有，他技能叫巨刃，然后投掷刀刃。我的一是斧头啊，他这是屠杀呢。没有憨走哎、欸。不对，屠杀是那个我的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哇！你被你太快了吧！你满血嘞、欸！然后那个、他那个是被那个冰冻头。我们猛活了，我猛活了！哇！他被碎了。我刚没看到他人呢、欸。就看到他一开始，然后他跳走，我就不知道他跑哪里。好呗，你们全死了。刚刚我们的人都倒了。我来报仇啦，兄弟！你做一个哦。哦，他没死，但他被那个富士好苹果奶起来。富士好苹果是那个呢？啊，你不知道被他 shift 弄起来。对啊。这勇士在干嘛、啊？八八八八八！乖乖睡吧。和尚，和尚犯账。哈、啊！他们家门口哎、欸，你们再想想哎。可以啦。哦，冰到两下，开心。回来呀、啊，格雷西。上面有后退哦，后退哦！后面他们下来，啊，快点！哇，被拿血！嫩呐、啊，过大了、哦。干嘛、啊？没血了，还一直往前走。哦，
哦，你们只有你有龙是吗？好悲啊！丢回去啊！完了，拉拉被他勾引走了。完了。那本来想勾他，然后又勾到我操！我们要把被断骨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的无剑无剑意把他们后面收光了。哎、欸，我每次都替你去死呢。很不错呢。哭啊！刚那个呢，双龙出海，他把自己第十嘴，不是他一直冲出去，哎、欸，他怎么可以射不赢就换炸弹鼠，破孩子哦，来不赢就加入哦，来哦来，我打哦，不要死了，能放一次。哦，半档，这两招都没有差一点。排云掌，笑死。他直接被你五连珠灌到头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斧头要劈下把他踢走，然后会劈不到我。不是不是，我看他刚刚突然血爆爆，哎、欸，被超爽，他被我的那应该不是我，我的那个一、哦、暴风剑，暴风大剑哦，一千三呢，我以为是被那个。啊哈。换你过来！龙神双膝跪地，他第一次看清周遭的事物。阿力射死，把我背碎。阿威，后面有那个原石、啊，旁边有人，有原石。哎、欸，别砍哥哥！哦，你的罐子砸到他的头、欸，哎。真的、啊？对，你砸死的、啊，你看，我看几杀？血还没满。维生立场是吧？我维你的哎、欸，有人把我叫醒了 ，nice。或者，哇，你很会算，你很会算，你很会算，对不起，他还有一件。转回去，转回去，要上回去，上回去，上回去。哦，算了。叫直接被踢走。我今天有一场是星星要站点，我连续把他踢走两次，就最后99%的时候，对，他进不来。他那个踢超远的呢？有里面哦。有这里有人哦。敌人在这里。哎，换星星了，他被拉到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哎、欸，法拉，法拉，好飞，好 ID。哇，好被碎了。他那个蹲真的很讨厌哎，躲不了。都超了，射不了。特一箭送你，注意啦！好了、欸，哎，哎，突出，嗯，对面，气扑扑啊！哎、欸，丢到你了，补不到，补不到，补不到！我来这里卡他们。完了，完了，他、啊、那个拉，嗯，好了，他过来打我，好了，完了 ，B B B， 我一直听到 B B B， 啊，我的心垂死。突如其来的挑战，我觉得女王拉拉退点哦，滑鼠要快一点，
这都转过去。哇！过不去，欸、差我吗？我刚才动不了。好了，蓝鲸为了救我跳下来。等等等等。你不考虑再换一只角色吗？有用吗？不是你，你说我吗？对啊，换谁？可以赢的角色。哦，可以赢的是谁啊？啊妈！那只猩猩一直抓。盖灰色哦，每把都在拉弓。哎、欸，神射手呢？你下面写神射手了。哇、哦！结果最后死的是前面那只垃圾，那原始跑了。袁世凯啊，袁世凯啊！哇，刚才剪影好漂亮啊！TVN 生涯呀。排队开到游玩游乐场呢，然后赢得500场呢。
天哪，垃圾镇女王表情动作四个里面三个都在叫，欸，很正点啊。只有魔刀没在叫啊。对啊，我觉得鼓很靠北。之前我记得炸弹子他不是躺下来那动作，然后那个红色空不是，吗，对啊，红色空不是很不明显吗？然后不是有人就躺在那个车上面，然后没人发现。我那时候躲草丛旁边，那很讨厌的，那不会有人发现。懒洋洋，为什么有些动作名就之前有装上去，它都被拔掉？哎，我死神四个有两个长一样，然后有一个被拔掉，但是我看我的动作是四个全部都是按在一起的，不是四个都是有放上去的，但是他动作只显示两个。玩谁呢？玩一下达利亚 ，TVN。还是玩莱茵啊，都我两个动作都被拔掉了，还有些动作都被拔掉了，头发都想扎起来是不是？盾爆超快的啊，哇，要回再去，不行，闹中取静。嗯，你要慈悲啊，心之所依，那不客气了。Hello， 我那个盾一出来直接爆，欸，我们失去优势了，屏障快撑不下去了。旁边有右边有那个什么夺命女，快阻止敌方阵线前进。到你哦，还有右下角，我要他躲在我后面。屏障弱化了，屏障失效，继续战斗吧。扩大了。那是什么旋律？哦，这个配合，你直接往那个下面丢呢？往下扔哦，怎么走那么快？跟不到。好，进去吧。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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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按到。他无敌用掉了。喂，靠你吗？他又在哪里？妈，他开眼了。嗯。哎，断大。我操！哎，谁要锁？盾他大啊！
快点把机器人抢回来。我来帮忙了，你龙刀被断了，他没刀。那我超卡上你吗？全都在飘，我吐了。那应该是网络问题吧。奥里妈发誓鱼子酱干！我他妈等一下买一罐鱼子酱去地上撒。好啊，拜托，我要躺在地上。我也要躺在地上，算我一份。妈的，后面有人是不是？快死！等一下 highlight 是我的，可以公开处刑这个发誓鱼子酱了。你多狠啦、啊！就是个小丑而已。你也是垃圾阵女王。哎、欸，那垃圾阵女王真的是小丑，她开大被我断，被我石头断掉。群猴子小丑，我快有大了。等下看他们如果肚子开大的话，我看要不要直接开他们大。哎、欸，星星。星星哦，我看见无限的宇宙。哇，开五级！啊，我只差一点。哇，好 ，nice， 他们物质也倒了。可以拉，我刚刚取，我刚刚取的不太好。安琪拉，谢谢。正在移动目标。星星哦。好哟。哇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旁边有那卡西迪哦。卡西迪把那个打死。大师鱼子酱。剑种丢地上了，一直这样丢地上了。我不太好保你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哇！他被屋子救起来了。立场哦，他这个盾真的好烦，我看等一下换一只，换谁会比较好啊？拦路猪还是地、欸、地把地把好打他吗？谁、欸？那个我都觉得地把是切后排用的了。那我不知道，那星星我不知道用，还是我用扎利啊？扎利好猪啊，猪打星星蛮好打，他贴脸就给他管一管的 K。OK， 那我等一下换猪了。哎呦！你下次站在建筑物里面再救会比较好。哦，这个大，哇，他看到开无敌。哭啊！奶奶，晚安。他们有两招无敌啊，太过分了。你应该要更努力一点。爱起来了。不知道了。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哎呀，你要让我骑溜过去哦，骑溜过去哦。后面赖皮连蛋，妈的！我来换脚。我跟你
你一起继续战斗吧。你现在有点脏。屏障弱化了，屏障崩塌了。屏障出现了，剩下两分钟，别担心，交给我。屏障快碎裂了。好，来手。不止一滴。屏障即将耗尽。在我们这儿，快推进阵线。嗯，我一直在补包补。不是，推进阵线。哎、啊欸，他怎么？新街彗星在搞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后面后面，我。我走太慢了，我拉不到你们。哦，就是那个盾，飞不过去，走太慢。我这站着不都给你补？哈哈，再跳去！走走走走走走！机器人，这脑寒星星呢？哦。我强化你了，上来！我看见无限的宇宙。推进，到了，快有了。哇，你被推起来，刚好他那个用到你，我这边推下去了。好呗，来不及。没事，很正常啊。每场我们的输出，另外输出是打了一个双亚伤害，然后结束就跑。哎，来看这个夺命，你送头喽，霸士与子将，哈哈哈哈哈！过来公开突袭。他抠索过来找我，哎，想伤痕哦。他装不了痕啊，没有，他狙掉你一次就那个、啊、上头了。他逞凶斗狠，他以为自己很凶狠了。对啊，看看露珠，练一下好了，不然每次他们出星星我都没办法。还是我来玩坦，你想玩输出吗？还好哎、欸，我输出只会死神呢、啊，死神就很适合扁星星啦、啊。啊。看你啊，你不是平常说要练射控？哦，射控。你要玩坦对不对？你想玩坦的话可以给你玩。没有，我没差，我没差，我是看你。嗯、这小号我根本没差。啊、我再练一下坦吧。刚刚是不是没赢过了 啊？看一下，刚刚44啊，现在嘞46，快了，超市场嘞。我想是网络问题吗？你说还是会一直抖是不是？对啊，打几把就抖一下。那只要没几把，都要出去看一下嘞。网络问题，我都连手机。不是哎、欸，
英雄展示厅完全没有地雷机兵耶，他从这世上消失了，进场维修了，就修出来他的定位是辅助，是他之前的那个维修变成来修队友了。不是他无限大炮厉害就算了啊，可是我想看他的技能啊，看都看不到了。超负荷。怎么？你看到什么？大家老实，我别想太多，打就对了。现在进入国王大道，练一下拦路珠，又是防守方啊！好痛，我的脚。Physical trivia。我没有造型，好惨。每踏出一步，我心中的重担就轻一些。我现在一可以补多少？哇哦！大概300吧。什么东西？哇哦，沙小。我画面是糊的。我不想猜。你直接开个价吧。画什么东西啊？你说高斯模糊吗？你们关掉重开。我拉你给你看。你跳回桌面再重新开起来试试看，有时候解析度跑掉了。哇，这样还可以穿墙沟啊！再靠一下。你跳回桌面重开试试看，不行的话就。小麻烦来。快重开了，快点，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哈哈，垃圾！为什么敢？他妈一个你一个烦你，废话。哈哈，又一个垃圾。还玩吗？还玩吗？夺命女，你玩吗？让你的伤口愈合。换锁杰恩是吗？他的高距离是怎样的？好哎、欸，我现在1000都近视。应该是闪光吧，完全看不到人了。对啦，勾得好，勾成那酸呀去。我连你们的血都看不到。那很好啊，我们很健康。啊、哇，死人了！我现在没办法那个、哦，没办法一枪秒人。可以啊，对啊，勾过来秒啊。为什么我刚刚射那个慈悲过来射不死？因为射没射死吧，因为慈悲一定不可能一枪没死。是射身体还是射头？都没有投射。射头啊！头，肯定是投的啦。哇！那我本身进不去。可恶，根本气人高了。啊！哪有人放维生立场的畜生？我来了。跑不掉啦！哎，跑啊！看，他被那个破大了。啊！光芒在体内流动。哎，他换清新了。要对决是吗，牛仔？就蓝路自己手感有点差哎、欸。
别闹了。所以我现在开 Q 要一直按左键，对不对？对，左松开就是收手。OK。是按住还是连点？按住。OK。呜。好呀。人绕后面，两只。英雄站起来，接受玉骨的指引，全面进攻。哦，我觉得看不到人，操你妈！哈哈，对，很久啊，好多脏话哦，这个游戏。哦，我觉得糊掉应该是跟游戏比较没关系，可能是他那个解析度跑掉了。你刚刚是我选角画面是正常的。那是。哎，靠呗，靠打不进。好死。哦，眼睛好痛哦，完了。重开吧，重开吧。重开会再进来吗？会，不会。速度快一点的话可以，如果没人排队。手杰在干嘛？那是谁？我连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。我会找出来。哇，你勾到。大喽，傻屌！都往左边跑了。哇！对呀，就是要这种会换死。我看到人掉下去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上面一直射畜生，你快走开吧！这打桌球，精彩每把都在神射手。你看我的画面。哈哈哈哈哈！在对呀、啊，狙击是吗？在对啊，牛崽子吗？记得取消。别想太多，打就对了。辛苦，工匠乔，撑。好了。相信我，撑着点，宝贝儿。别想太多。大家老是我没有他好友，你们要邀他。我刚加了好友，他没有加我。啊，有吗？我可以从最近的玩家里面邀了。
无比逼人。这样会看精彩重播。我那个睡眠标的命中率比我打人的命中率还高。我那么强，好烂哦、喔！这边我打不到人。睡眠标命中数有命中率，对啊，40%啊，你几趴？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我40都没有。你是不是有就丢，有就丢？玉兔安安，27。没事啦，体型大一点比较好丢。那看到坦就想丢。欸、有盾就不好玩了。看他冲过来，因为他有飞行时间啊，所以你要在落点前丢。嗯。啊！我到底前排，我要星星跳过来回头打星星，还是继续顾前面？嗯，我回头我就被集火打死，啊，我不回头你们就会被抓死。星星，你知道玩星星啊？啊，跳过来就跳过去，好讨厌了。然后最后面两个星星在那互电。造型好丑。你最后一场对不对？嗯，好啊，那就关台好了。即将抵达漓江啊，要上班啊，输出哎、欸，稳了，这把稳了，完了，这把完了。阿贵嘞，完了。看抖音。去尿尿，那吃糖。哎、欸，我可以，哦，可以把篮球吸回来。哎、欸，你们看那个，哎、欸，换我误了，完蛋了，为什么？啊，完了，完了，那真的不是拉拉的问题耶，那真的是游戏问题耶。字体是清晰的，游戏画面是不是、欸？你们看这个。啊哈！打不到我的球，哈、啊！我进了嫩，操你妈！
哦不，我拿下眼镜还比他清楚哎！天啊！没事，你说招安什么？很难受，我玩，我刚玩的超想吐的，我连自己在哪都看不到。想说你也太可怜了吧？就是这么的可怜。我是不是看到大吸管啊？我是不是要换掉？啊！鸡排毛，有人在右边偷的。他怎么那么红啊？我完全没射他。我绝对不可能是我死了。绝对不可能是我死了。你抓到送命女人，妈的操蛋！他盾最后一个开掉了。我掩护你。打到路修，路修快死。哇，他去哪了？他怎么那么红啊？是不是那个物质在偷打啊？我一直在打你哦。不错，我在打夺命女，他死了。那打哪圈不？不知道为什么他。他好红哦，我超远看他超级红的，跟红彤彤的女坦那样子的感觉。你看我伤害打了70就知道了。红女呢？等他打教育他打他盾，你不会明白。我也不是被害吧？天啊！我来了。哎。他好红哦，你看。一定不是我，我死了。一定不是我。干！他完全死了。啊！好痛！不要！他都要没了。那怎么那么红啊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要啊！靠背。嗯。又偷打夺命女，你被我扁哦，真的。那玩好爽哦！那我只好玩不用啊，不行，如果他跑去打 Vivian 的话，该来场疯狂杀戮了。Vivian， 干 ！Vivian 呢？那，哈哈哈哈，他干嘛啦 ？Hold，你完全追到后面。他很气耶，他被一只六等的人士抓掉了三次，他心有不甘心。哦，现在谁比较嫩？站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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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点。有啊，听得出来啊，我们肯定99%。就算这把年纪，还是可以学到一点东西。很烫，很烫。啊！红多久啊？会？翻了100点，好痛啊！哎呀，我好痛苦啊！我也好痛苦，好不选的，我不选的，我换别，我换别只。你好菜哟！这有多少度近视啊？快2000做了，给妹子。你好，我假装我是妹子。我的狙击。嗯哼。好像哪一只都不行玩呢、欸。笑死。那很棒呢、欸。
对，选夺命会怎样？你确定吗？我是用放大镜了，总该让我看一下吧。怎么又那么红啊？我没有，没打哦。我比他红。不行。烫杀！烫杀！烫杀！我连准心都不见了。不行啊！怎么没人补我、啊？有人，有人补了。卡住我了，他挡在你后面。有没有那个、哦？但他换成打我了，呵呵，我没办法。好，我 hold 不住哎。为什么每次都那么的红啊？没打哎。我就是那个三点八在点他呢，我一直没打他了，已经。每次失败都能学到新东西。看你脸啊！把他们解决掉。我还有孩子。我被断奶了，别打他那个，好烫哦，他又超烫的，我大了，小痛疼，那么烫，帮扶帮扶，哇，哎，怎么可以开 beat？ 操你妈！不行，他真的好痛。我觉得你刚刚那给我打，我把你打死了。他真的没办法。我很犹豫哦，我到底要给你盾还是给他盾？没办法。正在占领据点，谁要来挑战？这游戏好难哦。有我再按右键就好了吧。他开盾他们一直在打我哎、欸，他们真是傻逼哎、欸！啊，那个扎利亚的。哦。靠背啊！干嘛一直跑出去要打人？我终于知道是谁在打了。他被害，他被害。哎，来不及。啊，那个他反你那个，哦，他在反包博是不是？对，他反包博，那这数值超高。我跟你一起来扁他好了。他开第一次盾，第二次盾用掉的话，我们就直接集火了。这什么屏蔽了少年？我不知道，安妮救我！我现在真的是贴着画面贴很近在玩哎、欸。再帮你那谁，哇！好呗。哇，你给错人了、欸。我们打两只应该不给的，我们留着还有下一波。应该不用给的。哇，没了。这不是144吧？应该只有8而已了吧？
不要想给这巴黎斯喝。什么塔拉马汤？精彩重播。不过他还不是精彩重播。没有啊，他没有啊，他就是一直左键按到底而已啊。对啊，超扯的。啊、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打他盾啊。那个巴蒂斯顿应该是他啦，原是在上面跑，他还硬要出去，然后直接被射两枪死掉。好奇怪哎、欸。好，我先回左面。啊，十一点了，我要休息。嗯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拜拜拜拜。哎、欸，笑死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我刚刚想说啊，拉拉好可怜哦、喔、啊，结果有了同情的慈悲之心，就换我也近视了。白痴！没有，之前就有那个，有时候我按关帐或是在游玩的过程中，角色一直狂抖猛抖，那时候就教拉拉解决的方法，啊，结果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才是应该要在那个哪里的吧？活动场里面的吧？我来复盘刚刚我打了啥小好了，连败，天啊！晚安，晚安。即将抵达漓江天塔。我们来复盘刚刚我做了什么好了。看完我们再休息。繁星你在哪？繁星。这边没有繁星哎、欸，有了。好，快进二十秒。好，这边开始。哇，画面好清楚、哦。我看到粉粉的盾，我就停手了。然后，白痴，又是我。一定是白痴，给他们慢慢狙。天哪、看来真的是我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好丑哦！这场我好累哦。我就只能有没有看到红血条，我就进站去跟他打。好，我就只能这样子玩啊！怎么惨？啊，算了，不要看好了。好丑，好丑。啊！漓江天塔，我还会有 highlight 的啦。移除，移除。啊，好啦，感谢大家，我们带去别的地方玩吧。你们还有人要挂斗阵的吗？等一下哦。啊。哎。地狱，可是刚刚画面比我拿下眼镜还清楚。我跟你讲，他刚刚那个画面也是，我刚刚真的是贴着很近在玩。好，我忘了 我多少度，反正我就已经很严重了。啊，拿下眼镜什么都看不见。快笑、哦！小光到十点半啊，不好意思，怎么已经十一点？Q 妹，你怎么到十一点？啊！怎么杰克在玩 Low Bus？ 嗯、啊？我们去杰克台吧。感谢大家。哦，他要。我打 ID 吗 ？AID，RID。好啦，
RAID 白痴哦 RAID 杰克啊，好啦，感谢大家啦，晚点再看我们的粉色小可爱好了，没有再来玩，大家晚安，辛苦大家啦。